好，咁欢迎大家嚟到呢一个 OFC 2022年嘅网上新年聚会。我系 YB，系今日嘅 MC。咁同时我哋都会有嚟自多伦多嘅 Janet，佢会同 Hubert 一齐去主持今日嘅游戏环节嘅。咁我哋今日系一共有78位嚟自12个唔同国家嘅朋友喺度啦。欢迎欢迎。咁喺第一个游戏开始之前呢，我哋先请 Hubert 同大家讲下少少嘢先啦。Hi， 欢迎大家嚟到今次呢个叫咩名话？咩新年OFC party？ 网上新年聚会。OK， 好，网上新年聚会。咁好似对上一次同OFC 即系嚟自唔同地方，不论海外定系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嘅歌迷，去有一个咁样嘅 Zoom 嘅见面，都好似有一段时间啦，系咪啊？咁啊，所以就好开心啦，可以再一次同你哋喺度见面啦，同你哋倾偈啦，玩游戏啦。咁啊喺度预祝大家新年快乐先，系啦，因为仲有大概10日左右咧，就系农历新年啦，就会踏入虎年啦，所以喺度咧祝大家虎年咧，身体健康最紧要嘅，同埋心想事成，每日都开开心心。系啦，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可以开始今日嘅呢个party 啦。系，咁今日嘅第一个游戏咧就系寻宝游戏。咁参赛者包括有 Claire、Emily、Felicia、Gordon、Hao Ting、Kelvin、Lee Ting、Rain、Winnie。呢个我唔识读。庭伟、嘉嘉、佩仙同埋 Eason。咁请呢13位参赛者可以开开自己嘅视像，都要麻烦其他冇参与呢个游戏嘅朋友可以先熄一熄你哋嘅 camera。嗱，喺我哋吓，大家好，我系 Janet。喺我哋第一个游戏嘅参加者入场嘅时候咧，我简单再提一提大家，同大家温习下呢一个寻宝游戏嘅规则啦。我哋今日有13个参加者，咁咧每一个参加者而家都开始开紧佢嘅视像噶啦。咁我哋会帮你开埋麦。咁啊 ，Hubert 一阵间咧就会读出一啲指定嘅物品，咧譬如话厕纸一卷咁样啦吓，咁咧大家咧就有10秒时间喺屋企咧就抄你嗰个指定物品出嚟，跟住咧就喺个镜头面前 show 俾大家睇。咁咧你可以叫埋你啲屋企人啊、朋友啊喺你附近嘅人帮你手嘅。咁喺十秒时间之后咧，我哋工作人员咧就会 take 个 screenshot。咁嗰个咧，即系如果你睇10秒嘅时间 time's up 之前攞唔出嗰个指定物品咧，你就会被淘汰噶啦。咁我哋咧会一直咁样玩，玩到剩翻3个参加者为止。咁赢出个3位咧，就可以同阿 Hubert 直接对话1分钟。咁同埋咧提一提，阿 Hubert 你讲出嚟嘅时候咧，因为唔系每一个喺呢度都可以听得明广东话嘅，咁你就要中英对照，你要讲埋英文。OK， 同埋咧你嘅任务咧就即系好多元化嘅，咁你要负责埋做个 timer。即系要倒数19、8、7、6、5、4、3、2、1咁样，咁嗰10秒嘅长短咧就由你决定啦，好唔 OK？ 好，好 OK 啊，好清楚。即系我求其噏啲乜嘢，大家都攞出嚟啦，系咪？系，我 OK。咁啊，事不宜迟啦。同埋，可唔可以麻烦？喂 ，just to make sure， 可唔可以麻烦大家玩紧嘅朋友 raise hand， 因为我仲未揾得晒你哋。系啊，真仲未齐啊！个 raise hand 嗰个 button， 比较方便啲 track 到你哋。OK， 仲未仲争一个啊？哦，未，13个，13个，11个就仲争2个，仲有 Gordon。同埋 Winnie， 麻烦你 raise hand。OK， 可以开始。系人啦，系咪？等阵，我哋睇唔到个睇唔睇到 gallery view 啊？我要睇晒13，我哋要睇晒13个人喺一个 page 嗰度。如果唔系，唔知边个先。系啊，你 gallery view 系可以睇得晒噶，睇得晒全部 raise hand 咗嗰啲。OK。Thank you.
我哋 ready 啦 ，Hubert。好嚟，第一样嘢都好简单，应该铅笔 pencil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Clear 去咗边？是不是大家都有啊？因為我看不完咁多個，要麻煩可能 Jane 或者 YB 幫睇下，係咪大家都？我睇得 clear 咧，就係截止之前未翻嚟嘅。咁我哋有 screen， 睇先，我哋有人負責 take screenshot 嘅，可唔可以 confirm 一下邊個係 out 咗 ？Haley 同埋 Vanessa， 你哋有冇 take 到 screenshot？ 睇唔睇到邊個 out 咗？clear 慢咗少少，不如咁啦，今次当热身啦，好冇？即系大家知道点样玩，好，而家开始计。OK， 咁就嚟啦，水杯 cup，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零。OK， 我睇到係 clear 又係慢咗嘅，同埋 halting 係慢咗嘅。Vanessa 同埋，咦，依書未翻嚟喎，直情。好，三個我睇到係慢咗嘅。依書你好慢啊！唔好意思啦。咁仲有冇邊個？可唔可以 Vanessa 同埋 Haley 可唔可以 confirm 一下邊個係慢翻唔切嚟嘅？你開麥啊！嗱，自己。好似 Emily 都系慢少少。嗱 ，on the system， 自己慢咗嘅，自己消失。Lower hand。好啦，放低你只手啦。我部电脑慢咗啊，等迟咗两秒先 cut， 所以基本上全部喺度。OK， 嗱，勾咗嗰四，有四个勾咗系咪？咁啊，自己放低只手啦。好，咁继续咯，系咪？是不是我咪可以继续啊？系啊系啊，请你继续啦。好、oh, ，OK。第二样嘢就系、是，唔准太难。筷子一只 ，chopstick。冇 S 噶，冇 S 噶。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够钟。有多喎、啊，有人有多喎、啊，系咪几只筷子系嘛？你俾唔俾佢哋啊？得得 ，OK。我又唔会咁衰嘅，攞咗两只翻嚟就话就唔啱嘅，咩系筷子啊？就得啦。好啦，系咪大家都齐啊 ？Kevin 冇啊，睇唔到 Kevin 啊 ，Kevin 冇筷子啊。哦，好啦。仲有边个 out？On the system， 自己放低手。好似 meeting 都冇啊，边个都冇啊，边个都冇啊。我而家仲有一二三四五六，仲有七个人啱唔啱？仲有七个人喺晒顶嗰度。OK，round three 得咯喎 ，round three， 呢个冇咧，就真系应该输啦。我任何一隻嘅碟，any of my album，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零，够钟，啱啱三个，我睇到啱啱三个，嘉嘉入咗围，停 ，you 你听 you 点样读啊？同埋嘉慧系咪？好啱唔啱啊？可唔可以 confirm 一下？有啲似嘅。嗯。拎唔出嚟，呢个太失望啦。嘉嘉系入咗噶，我见到佢。慧欣，你系咪迟咗啊？点解而家得翻两只嘅？唔该，你唔好收埋住啦。你收埋，我哋睇唔到。我头先一立系有三个最快到嘅，系咪你三个？有冇人有异议？
是不是你三个？嘉慧、嘉嘉和慧欣是不是你三个最快？有没有人快过他们的？怎么样？如果没有呢，他三个有没有？如果没有，他三个就是 winners 了，那你就可以轮流跟 Hubert 对话一分钟。YB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 time 啊？大约一分钟的时候提提他们，好吗？好的。好，你第一位跟我聊天的朋友是谁？出来见我。OK。哈？怕臭。边位呢？边个想讲先啊？你哋冇人先同我讲。Winnie 先啦，因为我哋时间都好紧迫嘅。Winnie 讲先。Hello Hubert。Hi。我系第一次去同你对话。你好啊。好紧张。好紧张，我已经准备晒所有啲嘢，都已经喺个台面，准备成间屋已经系。恭喜你胜出咗今次呢个回合。你有咩想问我或者同我讲啊？希望你事业更加更上一层楼啦，无论系歌唱事业啦、okay. 演艺事业啦，又希望你可以快啲嚟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开个人演唱会。好，胜利贵言，你都身体健康，唔系都开心心，同埋最紧要最紧要系咩？最紧要系继续支持我。好，会一定会。可唔可以做嘅一个丑样？可以啦，好啦，做咗啦，俾个心心嚟啦。O K 啊，可以啊，好啦，一分钟时间到，好啦，谢谢你啊 ，Winnie， 好多谢晒 Hubert， 拜拜。到嘉嘉啦，到我啊，哇，系 Hubert， 你好啊。好紧张啊！我个广府话唔系好好嘅啫。没事，普通话也可以。普通话可以吗？真的。第一次跟你讲话很紧张。不用紧张。我跟 Winnie 是一样，我把全部东西放在桌子上。真的吗？好厉害、哦、啊！对，我还把箱子放在桌子。可以看一下吗？我还把哦，可以一下哈，一下。我的东西好多哎、欸！我看到有别的男人的那个 scene， 这是谁？哦哦，他下线了，卡住了。我一讲话，发现到佢用咗有第二个男人嘅 scene， 即刻唔见咗啦，佢都爆咗啦。哎，有冇？有冇？不好意思，网卡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卡的那个还蛮好。我说我刚刚看到你的，是不是桌子旁边有一个其他男生的一个扇？是这样读的？哦，不是扇子，那个扇子不。我是怕你要扇子，没有，我是怕你要扇子。我随意拿。是谁来的？我随意拿的。好了好了，那你还有没有其他的话要跟我讲呢？就会继续支持你了，你要加油，谢谢，然后照顾好自己的嗓子。我会啊，你旁边那个穿白色衣服的是你的？我的姐姐。哦，姐姐你好。好了，时间到了。OK。好的，拜拜。谢谢你，佳佳，我会加油。那也希望你身体健康，你也一样，拜拜，拜拜。最后的是，慧心，慧心你好 ，Hello Hubert， 嗨，我叫慧欣，但系我嘅广府话真系好好差，唔紧要啊，你可以讲国语噶。对了，所以呢，我有买过你的什么呢？我买过你的 EP， 刚刚买，昨天才来到新加坡。
谢谢你的支持。我也买了你的 calendar 了。谢谢。对呀、啊，所以呢。所以新的一年每天都会过得很好的，有我的 calendar 在你旁边。对呀、啊，对呀、啊。所以最近你有演《百合》还没？对呀、啊。觉得感觉是什么怎么样的呢？感觉每天都很要很不开心这样子哦。我比较喜欢如果你会演一个比较开心的角色。对，我也希望。每次你的角色都是很惨。对呀、啊、我人生本来就已经很惨了、啊、没有想到就演戏也要很惨，哎。对啊，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演一些比较开心活泼一点的角色吧。嗯，对对，所以红猫会不会有第三？这个我也不知道，其实我也问过监制很多次，他每一次也跟我讲什么要等公司安排，所以等于没有讲、嗯、所以我们也只能等待吧。好 OK， 所以我们所以就加油啦。Okay. 好，我会啊，你也加油，身体健康。谢谢你，新年快乐。Okay. 新年快乐。嗯，拜拜。拜拜。好，咁我哋第一轮嘅游戏就玩完啦，亦都同咗啱啱三位胜出嘅幸运儿咧就倾咗阵偈啦。咁呢个时候系咪 YB？ 今日嘅第二个游戏系 Guess Who。好，猜猜是谁，是不是这样？是，会分成两队的，第一队 OFC team， 队长是 Karen， 第二队的 MFC team， 队长是 Janice。那我们现在先请队长介绍一下你们的队员先。Hello，Hi，Hi， 听到我讲嘢，听到啊。哎 ，Hugo 你好，你好，我系 MFC 嘅大妈嘅队长。你好， so, 你好。而家我要介绍我嘅队名系咪啊 ？YB 系 ，OK OK。咩名添啊？咁犀利，好咩名咧？咩名 ？OK， 我哋。童话故事入边有白雪公主，有七个小矮人啊，所以我哋Hubert 咧就有我哋大马嘅八个小黄人啦，所以就小黄人啦，系签名，系因为我哋都系着黄色衫嘅，所以我哋就系八个小黄人。小黄人系，所以我就简单介绍下我嗰啲队员。个名叫 Janice， 然之后我哋有一个队友叫琴琴，琴琴你好。吓、啊，第二个队员叫依轩，依轩，嗯，周数。第三个队员系 Justin， 嗨你好。系，第四个队员系 YY， 用 YY，tell me why， 嗨。Okay, 第五个是艾霞，艾霞你好。OK， 第六个是 Michelle， 好 ，Michelle 你好。Hi Hubert 你好。OK， 最后一个是 Payen，Payen， 嗯，人强马壮，好，梗系。系到 Karen， 你介绍下自己的队员。Hello. Hi. Hello. Hi, Hubert. Hello. Okay, 我哋呢一队咧，我哋嘅队名系蓝精灵。蓝精灵。Smurfs. 系。Okay. 我哋嘅队员系有来自澳洲嘅 Kelvin。美国的 Susan、Mandy 和 Gordon， Gordon， 嗨。台湾的玉玲，
玉玲你好，加拿大的 Evelyn， Evelyn 你好，同埋新加坡的嘉欣，嘉欣你好。系啦，我哋介绍晒啲队员之后咧，我哋就好简单咁重温一下 Guess Who 点样玩法啦。咁头先睇到啦，黄队咧就系马拉队，同埋蓝队就系 OFC 队。咁每队有八个人啦。咁我哋工作人员咧就会提供目标人物嘅界别。咁咧就譬如话嗱，俾个大好大嘅贴士嚟，你听清楚啲啦。所有嘅目标人物咧都系香港人嚟嘅，都系喺香港嘅。因为我哋会俾一个 target， 即系俾一个范畴你。譬如话系 TVB 嘅艺员，咁你就知道即系缩窄咗个范围啦。咁咧两队咧就轮流咁样问啊 Hubert 一啲问题。咁我哋上两个礼拜抽咗签咧，就系马拉队特玩先嘅，即系你八个小黄人都玩先嘅。咁咧你问嘅问题咧，阿 Hubert 只会答系或者唔系。即系你问，譬如话男人系男人嚟嘅，咁阿 Hubert 会话系或者唔系。但咧你就唔可以问佢系譬如他做啲乜嘢噶？咁 open ended 咧係 Hubert 係唔會答嘅。咁你每一隊咧喺可以喺發問到你發問嘅時候咧，你可以如果你有足夠資料咧，你可以選擇直接估個答案。估錯一次咧，你就損失咗嗰一輪嘅發問機會啦。咁如果你估錯三次咧，咁即係話你輸咗啲局啦，就由對方勝出。咁我哋今次咧就玩三局兩勝制 ，OK？ 咁咧你哋贏出嘅全隊咧就可以即時全隊集體同 Hubert 對話五分鐘嘅。咁今次咧就唔係輪流作答，即係全隊一齊作答。咁你可以喺其他平台嗰度商量一下一齊作答都得，或者一齊決定問啲乜都得。咁其他人咧如果知道答案咧，都可以喺 chat box 嗰度俾 tips 嘅。信唔信咧就由你哋啦 ，OK？ 咁我哋而家可以开始啦。哦，大家都听明噶嘛，系咪？听唔明都冇办法啦。好啦，咁系咪使唔使我讲先？系定系你哋一嚟就问问题噶啦？哦，而家马拉队讲，唔系你要话俾人听系个范畴系乜嘢？你而家估嗰个人系哦 ，OK， 好啊，个范畴系咁，我讲先啦。个范畴系佢一个男人嚟嘅。够啦。嗯，好讲到得，好啦，马拉队玩先，八个小黄人玩先，呢个男人呢？咁嗰个艺员系同你好 friend， 特别 friend 嗰种系咪？嗱，呢个问题咧有啲可圈可点啊。第一，你话嗰个艺人啊，嗰个艺员啊。好啦，我俾提示啦，嗰个艺人，嗰个唔一定系艺人嚟嘅，即系总之系男人啫。哦 ，OK， 系啦。咁我同嗰个男人系咪特别 friend？ 系嘅，系 friend 嘅。好，蓝精灵队，蓝精灵队，你要问一个问题。点解佢哋闩晒麦噶？自己开麦啊！你而家你哋可以开麦噶，蓝队开佢哋麦啊，等佢哋问啦。Kevin， 你问啦，你个麦开咗。OK。唱歌冇。佢系咪？佢会唔会同你一齐唱歌？唔系咁样问，你净系问佢同你一齐唱歌系唔系？佢同你一齐唱歌系咪 ？Sorry。唔系。就是他给你 tips， 看你猜就算了。小黄人，有没有靓仔过你的？真的是我，哇，答你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人靓仔我的，所以不是，不是靓仔我。哦，蓝精灵，不是靓仔我，蓝精灵。你哋要开麦啊，因为轮到你问啦。Gordon， 喂，有人喺先，喺度啱先。我咪先要翻啊。听唔到，再问一次。唔系话啱先，可能他的朋友还是什么这样子。他只是给。Someone else go first on all the team。啱啱先 unmute 到啊。Oh, okay, okay. So now you ask. Yeah, yeah. Your turn to ask. I know.Oh my gosh！ 不如俾我问啦。
Okay, Susan, go first. Yeah, yeah, go first, go first. Gilbert, 你同佢拍過戲未噶？唔係拍過戲嘅。拍過戲，唔係拍過戲，因為唱歌。Okay, 黃小黃人。Gilbert， 你係咪戴眼鏡噶？佢唔係戴眼鏡嘅。蓝精灵，蓝精灵，其实他只可以蓝精灵，就贵的话都是一百八十。蓝精灵边个开咗麦啊？蓝精灵，嘉欣，嘉欣，嘉欣，你负责问啦，蓝精灵。你要想定的问题才行的。Susan 问吧， Susan 的麦克开了，要快一点啊，如果不是你玩不到三局的。那小黄人好想定下次问什么了。现在已知的呢是一个男人，又没有 Hubert 那么漂亮。他是不是个歌手来的？不是。又不是？那不是歌手，男人。冇佢咁靚仔，冇一齊拍過戲，唔戴眼鏡。好啦，黃隊，小黃人。佢有冇高過你噶？佢唔係高過我嘅。有冇高過佢？好啦，藍精靈。佢哋會問咩問題 ？Evelyn，Evelyn 有冇嘢問？男人。我問咗，已經答。男人。冇咁靓仔，又冇佢咁高，又冇拍过戏，又冇戴眼镜。你哋要问啲嘢 specific 啲，要缩窄个范围啊。Gordon， you ready？ 男队嗱，如果咧唔问咧，你就要 pass 噶啦，太耐啦。嘉欣，又唔拍又唔拍，嚇手啊！你哋哦 ，Kevin 問啦 ，Kevin 你開咗麥，你嚟啊 ，Kevin。係我開啦，我開啦。即係我都唔知點。你有冇識點答？佢係咪喺無線做？唔係。No， 唔係無線，小黃人。好難估咩？佢成日見住佢噶喎。两个男人成日见住，有冇佢咁靓仔？又唔戴眼镜，又唔系喺无线。仲有边啲场合系成个一日见住嘅咧？佢两个吓，小黄底、小黄人。黄底。黄底。Hello。讲啦。是不是？就是摄影师，怎么了？摄影师是不是？是不是负责帮你拍照片的？其实我哋，sorry 啊，sorry 啊，其实我哋可唔可以讲答案啊？可以，好啊。阿杜啊。哦，犀利犀利犀利，冇错冇错冇错。其实刚才我在那些 checkbox 看到很多人留言都会讲阿杜。是啊是啊，杜啊，等我先。聪明聪明，没错。是不是你的队？我 share 不到 screen， 因为会 stop 你们的。那是啊，那答案是苏道哲。那现在是黄队一分，那我们现在去第二局。第二局呢将会是由蓝精灵队问先的。好了，那我开了头先，她是一个女仔来的。她是一个女生 ，She's a girl。好，男队问先，然后睇下边个开咗麦啊 ？Gordon， 你问，他咪艺人嚟嘅，系咪艺人啊？都算系艺人嘅。OK， 你系咪好瘦噶？好瘦噶都，系啊，好瘦噶。做乜嘢讲 ？OK， 男队，蓝精灵队。嘉欣，Susan， 有拍过什么戏的吗？什么？听不到，听不到。
你再问一次，你刚刚问什么？你刚刚说什么？他有拍过什么戏了吗？他有听不懂啊？他有拍过什么戏？不可以这样问，你要问是定系唔系？要不然只会答是。就是你可以问他是不是拍过戏，是不是？我帮你转一下这个问题，他不是拍，他是不是有拍过戏？好了，我给一个 hint， 他好像最近有一个电视剧在播，对，即系阿妈，好大 tips 啊！咁大个 tips， 系啊，好啦，皇帝，小黄人，佢系咪唔高噶？都高噶，我觉得女仔嚟讲。好嗱，高价咁即系唔高，即系当高咁即系啲问题，人哋只可以系咪高系同埋点样 define 系高定矮？咁啊，唔系矮咯，定唔系矮咯？系喂，男精灵低到你哋可唔可以答？你边个讲紧嘢啊？答啊！咪住先 ，Kelvin 啊 ，Kevin 啊 ，Kevin 讲 ，Gigi， 哦。Yeah.啱啦，哇！第二名希支持啦，好厉害！嗱，决胜局啊，决胜局第三局，而家每人一分，开始紧张啦，开始 warm up 啦，啲人，好啦，第三局 ，Hubby 你可以讲啦，第三局，好啊，佢系一个男人嚟嘅。哇！這个其实很大贴士啊，你哋唔好笑啊，因为 yes 同你筛咗一半嘅机会率噶啦。好，黄队，而家轮翻到黄队，小黄人开始，系咪 TVB 噶？系佢喺系嘅，男队，男队。你同佢拍过戏未？我唔系同佢拍戏嘅。Okay， 小黄人，高唔高过你啊？好似唔系高过我噶。喂，对翻男队啦，男精灵队，有人话好难、哦，其实唔系咁难啫，系嘛？蓝精灵，月玲，不知道啊 ，Karen 呢 ？Gordon， 你开咗麦？有冇同你唱过歌嘅？唔系同我唱歌嘅。OK， 小黄人，一个男人唔系唱歌嘅，冇拍过，冇同 Hubert 拍过戏嘅。冇咁高嘅，又冇佢咁高嘅，送埋呢句俾你啦，冇佢咁靓仔嘅，送嘅呢个，啊黄，送多句俾你啦，佢年纪大过我嘅，哇，好大个 tips 啊，黄底黄底，喂，黄底。佢系咪幕后噶？系。哇，好紧张嗱！你而家轮到男队啊！你俾咗咁大嘅 tips 男队，到男队答，男队问或者选择答。呢句问得好硬啊！系啊。男队。系。Kevin。马明。马明系幕后嘅咩？对好，到翻黄队，小黄人，其实头先嗰个问题问得好重啊，黄队，可以直头估名系咪？可以直接估，如果你知答案，但系你只有三次机会，系咪？系咪嘟嘟监制啊？
系啊，系啊，系系冇错，方就系咁样啦，方俊超。方俊超系啊，啱啊。好啦，咁我哋有个 winning team 啦，就系八个小黄人。冇错，八个小黄人，恭喜晒。好啦，咁男队就麻烦你暂时离席啦。咁我哋有五分钟时间，我交翻俾YB， 同埋我就开始转第三个 game 嘅朋友入场。好啦，咁 NFC 队有五分钟时间可以同 Hubert 倾偈。尽情撩我啦，应该要撩你啊！你有咩问题想问我啊？来吧！No！ 嗨 ，Hubert 打头。嗨 ，Hello。我想问一下最近你系咪同咩猪猪朋友相处得如何？同边个啊？猪猪睇朋友。是 T， 我是找不到，是这个电话 ，Telegram， 是 T 的朋友，对，你看这台不？来来，怕，可以，我听得唔好清楚，你问多次，即系山猪朋友仔啊，山猪朋友仔，哦，哦，冇啦，你只系见咗面咋，净系嗰日拍戏嘅时候见咗面就冇再见过佢啦，咁啊，希望佢都。健康，只是一个 screener， 嗯，只是一个 screener， 不是看到了，要看其他人。嘿，艾霞，你有问题要问是吧？有，我老板要问他早上每天他在做什么？什么？来来来，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做什么？听不到，听不到。你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做什么？每天早上起来，嗯，戴眼镜，我会。对，打开眼睛，离开我的床，然后去尿尿。OK， 我可以继续知道了，谢谢。OK 吗？满不满意？ Okay， 很满意，很满意。他问你可不可以来马来西亚的时候去他咖啡喝下茶，打个广告。这个价钱要商量一下。很贵了，很贵了，老板，你可以给吗？要收费，要收费。我请你喝免费的咖啡。好啊，但是重点是我要先可以来到马来西亚，这个是重点。重点就是你快点来哦。我也想来啊，现在马来西亚都不给别人进去嘛，不是吗？那你就游水过来吧。好危险。游泳。你这么恨我吗？要我游泳过来。游泳可以强身健体，真的？那你先来，你先游过来香港，然后我跟你一起游回去。那很遗憾，我不会游泳，不好意思。那我也不会游泳。好了，我这水泡给你了。本来会的，现在就变不会。好，你现在在车上吗？我老板陪着我跟你讲话。啊、真的是，这是你老板，我还以为是你的男朋友或者是老公。哎，哥来的 ，Hello。哦，是老板吗？女生哎。老板你好，你在马来西亚是开咖啡店吗？是的，是的。真的，我很喜欢喝咖啡，希望有机会可以去马来西亚就尝到你的咖啡。哎，希望见到你。一言为定哦。可是你的老板还没有入会哦。我的老板叫入会没入会。先入 MFC。OK， 没事，有东西要问吗？我笑不得闲聊。没事，有东西问吗？哦、Justin 举手了。Justin， 嗨 ，Hi Hubert， 嗨，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是的，就是、以后你走路可不可以小心一点？怎么了？我踩到你吗？因为你每天都不小心撞进我的心。哦，不可以这样，他的心被我买了。好，我会小心一点的，我会。尽量撞进别人的心。好，谢谢你。好久已经没有人这样跟我讲话了。
是有点想念。心跳加速。小鹿乱撞了吗？对。等下回去就要跪榴莲。啊？我们这里人少少知道就好了。你叫人们开心干嘛？我还有一个问题可以问吗？Michelle YY 快点来聊一个赢哈。等下 Hubert 小鹿乱撞就不好了。撞完了，他累了，可以 OK。他累了。Michelle 来一个冷的，为啥是我呢？请说。没有的话，时间要到了。我还有一个问题可以问。好，请问。哦，一选。啊，就是你现在拍的电影对吧？嗯。你觉得电影还有电视剧哪一个压力或者是挑战性比较大一点？我觉得两个是不同的，因为电视剧呢，我觉得它最大的挑战是你的体力，还有时间，它会占你很多。就至少你拍个电视剧可能要用上两个到三个月吧，对不对？所以体力上精神上就比较消耗一点的。但是电影的话呢，它虽然时间会短很多，但是就变成你要很在状态，就是你只有可能十几天十几到二十天的时间去拍电影，就不可以有任何的一天状态不好。这样，因为拍电视剧有时候你可以就怎么讲，一两场表现不好也没关系，就可以不太大家可能不会察觉得到。但是电影呢，你就要很精准，所以我觉得两个不同的是对，两个有不同的挑战度吧。对，就是这样。好，那还是加油哦。我会的。疫情期间好好照顾自己哦，然后希望很快在马来西亚可以看到你。好，谢谢。我也希望真的，已经说了超过一年了，但是我会依然抱着那个希望，就希望真的有一天可以去马来西亚跟你们见面。到时候就在小鹿乱撞在你们面前。那你还会串烧一首中文歌曲吗？串什么？串烧一首中文歌曲。串烧一首中文歌曲，串烧是什么？全希望。Mix 啊。哦，什么时候？你说到时候吗？具体的几时的 remix？ 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不知道吗？你唱中文歌真的很好听。所以我唱不是中文的歌就不好听，对不对？都一样好听。都一样好听。小心讲话，我跟你讲啊，你现在我已经记住你了。啊，谢谢你啊，你最好记住我。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好吧，谢谢你们，大家最重要是身体健康，好不好？大家快乐。新年快乐。我们等你回家。等你回家，马来西亚等你回家，记得包多一点红包回来配给我们。好，准备好咖啡，好吧？我准备给你，好，谢谢你们，谢谢。好，咁，今日最后一个嘅游戏系红家大战，咁都系会分成两队啦。OFC team 同埋 MFC team， 咁 OFC team 嘅队长系 Cherry，MFC team 嘅队长系海晴。咁而家先请队长介绍下你哋嘅队员先啦。是不是入场啊？
睇我，我想問下你睇唔睇到個 screen 啊？睇唔睇到？紅家大戰士。OK， 好啦，或者等佢哋入場嘅時候，我好快又重温一下今次點樣玩啦。咁我哋今次咧就又係分成兩隊嘅，兩個家族嘅。咁每一個家族咧就有六位成員。咁我哋事前咧亦都抽籤咗，係由大馬玩先嘅。咁我哋之前咧 OFC 之前咧就已經係問咗 Hubert 四條問題噶啦。咁嗰啲佢嘅答案咧就由佢嘅重要性分為一至到八分，八分係最多分啦。咁咧就第一个回合问发问嘅即系第一个回合负责答嘅家族咧，每个成员系会要需要顺序作答嘅，由队长答先，然之后咧就顺序作答。你哋顺序作答嘅时候咧，就唔准字字浸嘅，唔准相异嘅。如果你估中嗰个答案咧，就可以得到嗰个答案嘅分数。如果你三次答错咧，咁咧你嗰、那个即系你已经系暂时输咗啦。咁就由对家补答。如果对家补答啱嘅话咧，对家就会抢咗你嘅分数。如果对家补答错嘅咧，咁你原生个家族咧就可以保留你原生嘅分数。咁如果时间许可咧，我哋就玩四局；如果时间唔许可咧，就好似 TVB 嘅赛例咁玩三局。第三局咧就是、即时死亡，即系就由梅花间竹咁样答。咁最后咧就以得分最高嘅家族胜出。咁勝出嘅家族咧就可以集體同 Hubert 對話五分鐘。咁其他人咧知道答案咧，或者有咩建議咧，都可以喺個 chat box 嗰度俾 tips 嘅。清唔清楚？清楚就交翻俾隊長介紹隊員先。MFC team 先啦。Hi。Hi。Hubert 你好啊，聽唔聽到啊？聽到啊，你好。我哋系MFC 嘅，咁我介绍下我哋嘅队名先啦。我哋嘅队名咧就叫做红红火焰之黄黄小战队。咁我系队长啦，我嘅名叫做海晴啦。咁介绍一下我啲队友啦，佢哋有圣灵，圣灵有冇响度啊？圣灵。Hi， 系啊，有 Emily。Hi， 有 Emily。嗯，喺唔喺度？有 KM。Hello。Hi。然之后有 Natalie。Natalie。Hello。系，仲有嘅就系 J 添。Hi。Hi。好，介绍完毕。我想问一下咧，系啦，你嗰头先个介绍次序就系阵间你哋答问题嘅次序系咪？因为同我嘅记录有啲唔同。OK， 得。哦，系。Cherry， 轮到你啦。Hi Hubert。Hi。Hello。我系菲律宾嘅 Cherry。Hello。我哋嘅our team is called Blueberry Army。Sorry, what are we? Blueberry. Yeah, blueberry. Why blueberry? 那个名啊，红冠啊，红 bear. Blueberry. Okay. Yeah. Very creative. 好好啊。Okay. 我哋个队员呢？We are so international.So, okay. 首先呢有加拿大的 Ashley、Hi. 然后呢就有美国的 Susan、Hi. 澳洲的 Kelvin、Hi. 还有来自美国的 Mandy and Gordon、Hi. All around the world、yeah. OK, welcome、yeah. Done 我想问下 Mandy 入咗嚟未啊 ？Mandy 有冇入咗嚟啊？Mandy 有冇啊？我都唔知啊。Admin 睇下 Mandy 有冇入咗嚟。我哋阵 call 佢啦。如果 call 佢唔答嘅时候，我哋就 skip 啦。好，第一个 round。是馬拉玩先的，是 Hubert 你負責問，還有呢，如果他們答錯呢，你要負責做sound effect，如果我買個交叉出來的時候，你要負責做一個buzzer的sound effect，OK？ 是不是？是啦。OK，round one。
点解 Hubert 成日信自己穷？啲钱使咗去边咧？系啦，有八个，有八个，问咗一百个人，系啦，以下就有八个，大家答得最多嘅答案。系啦，马拉队轮住答，队长先，海晴。系咪俾晒啲钱妈咪去理财啊？俾晒啲钱俾妈咪去理财，好啦，就都啱嘅，啱啦，就当俾家用啦。好松手啊！好，下一位，星灵，有冇读错你个名啊？嗱，六分。听到冇？听到，听到，听到，听到。系咪卖手表啊？卖手表都算啱嘅。卖手表啊？好啦，都算啦，当系买名牌啦。咁鬼松手噶你？都算嘅，都算嘅。佢个节目嗰时都系咁噶，都系好松噶。OK, so, 下一位是第三个 Emily. 是不是整车或者是喜欢车啊？喜欢车或者喜欢车。这个啱啊，是啊，没错，养车啱啊。太了解你了，他们。太了解你了，太了解了。OK, 下一位，KM。是不是买衫啊？买衫。买衫就。撞咗啦！嘟嘟，买衫就当买名牌嗰边噶啦。嘟，系啊，嗰度已经俾咗你啦。好，一个交叉，跟住系轮到 Natalie。系咪供楼啊？系咪供楼啊？啱喎，好嘢喎，啱啊！啱，冇错。嗱，我啲數咧，阿 Sammy， 你同我覆下，我啲數麻麻地嘅咋。最後，個隊員鄭婷，鄭婷，係咪用咗嚟食嘢？食嘢，食嘢啱嘅，啱嘅，一分。好啦，一分翻去隊長嗰度。健身保健品，保健品啊，咁即系保品，即系保品。坐啊 ，OK， 下一位，姓拎，投资，投资，投资啱唔啱？投资其实系当供楼噶啦，所以都唔啱。同我冇乜投资噶，净系攞嚟供楼同俾家用嘅。我答再答啦，咁咪当唔当佢错先？定是当佢哦，好啦，俾一次机会你啦，好，俾一次机会你啦。咁鬼好人嘅呢个主持，哎 ，OK 啦，就要大家开心啊嘛。好，再答个，再答个，系咪学跳舞嗰啲？跳舞，跳舞或者系游戏？错啦，错啦。咁好，好啦，而家一共咧系有二十三分。我哋一起看曬答案好嗎？二號，大家一齊嗌。雖然嗱，首先我想強調，啲答案咧其實就唔係我諗嘅，啲答案咧係邊個諗嘅？啲admin諗嘅，所以我都覺得有啲唔係好準確。包括而家呢一即刻會 show 出嚟嘅呢一個，我覺得係好唔準確的。鋪定後路先。佢啊，醒目啊！佢点解唔准确？我想你解释啊！喂喂，我哋唔系可以，唔系男女可以去再估一次去攞分六分嘅。Wait, you so wait, my bad. 我哋未去啊。OK， 呢个 OK， 呢个送嘅，呢个送嘅。系呢个送嘅，呢个送嘅。OK， 呢个当冇咗啦。系呢个当冇咗，呢个送嘅男队。系咪旅行啊？旅行冇喎，等我复下先。旅行冇，所以咧呢啲分数咧就系廿三分，系去翻黄队嗰度啦。好啦，好啦，咁我哋而家开始睇三系咩啊？你觉得应酬，应酬
这个紧要啦，其实他们呢都不是很知道的真相的，这个是真相的啦，其实他一点都不穷的。他是信的啫，但是呢其实是不穷的。好啦，我们现在。人人穷志不穷嘛。你人都不穷。是啦。好啦，咁第一个回合黄队啦，你个红红火焰之黄黄小战队呢是得到23分的，下次不要改个咁长的名字，好难记啊。好、oh, ,round two。现在是由 Blueberry Army 答的。喂、主持人问先得噶。好，主持你话 Hubert 最唔中意 fans 做嘅嘢，清楚未？你话讲英文？哦，the things that Hubert don't want her his her don't want his fans to do。OK， 嚟啦，男队 Cherry， 嗌交，嗌交啊，嗌交系。bad， 嗯嗯嗯，唔啱。Hubert 唔中意 fans 做嘅嘢 ，Ashley， 系啦。系咪偷拍？偷拍？偷拍咩？我都冇话，其实我大家平时都系好名正言顺咁拍我啦。所以 在我的世界是没有偷拍的、所以是一别嗱，你再有一次机会、看多次条问题先。Hubert 最不喜欢 fans 做的事，想清楚先。其实他也不喜欢 fans 嗌交的，不过就不是 top 8咯。唉，唔系我谂嘅，但系我唔系我谂，唔系因为啲 fans 好少拗交，真嘅。系，佢唔中意你唔做啲乜嘢啊？唔中意你哋做嘅嘢，或者调翻转嚟问佢唔中意你哋唔做啲乜嘢啊？男队 ，Susan 答咗未啊 ？Susan， 我未答，我仲谂紧。好紧要啊，因为你已经冇咗两次机会。我知道。有冇 tips 啊？你睇下个 chat box 啊。太多中文我唔识睇啊。Oh yeah, OK， 嗱，我读俾你听啦。冇买佢个唱片，唔支持佢啲歌，唔中意我哋唔支持佢，冇入会。嗱，我冇话佢哋啱啊，我照读俾你听咋。不支持他这个，不支持他这个，啱唔啱？不支持他的歌，即是不听他的歌啦。冇错嘅，哇，好高分添，中呢个七分。分啊，好嘢啊，好。Kevin， 冇买他的唱片。哇！冇买，哇！呢个真系最大恶极啦，最高分嗰个。系啊。啱。一共八加七是几多？十五。而家轮翻到 Mandy，Mandy 你到咗未啊 ？Mandy 喺咪度啊 ？Mandy 有冇 Mandy 啊？诶，面帮我睇下有冇 Mandy 恐怖家 ，Mandy 有冇喺度？有冇人睇到 Mandy 喺咪度？因为我个 full screen 唔系 full screen，Mandy 佢唔喺度啊？唔喺度 ，Gordon 负责答好冇？你唔系。Wait, Kevin, you dig up before me. That's the order we put it in. Yeah, yeah. No, Kevin is before me. I'm the last one. Kevin didn't answer. I answered. You answered? Yeah. Oh, okay, okay. It's your turn, Gordon. Okay. Let me see. They cheat on other, cheat on him by other, with other artists. I don't know how to explain Chinese, but like, I know what you mean. But because I am a very generous person, I don't mind my fans supporting the other artists or singers. Really?
Because I am so confident in myself that I believe my fans won't cheat on me. 即係 loyalty 啦，係咪？Sorry for my bad accent. 哎呀，唔使 Hilfer， 我係中文嗰度轉唔到嗰個 Cantonese 嗰只。It's okay. I want to practice my English too. okay, 嗱、yeah. ，三次答錯，黃隊補習，黃隊補答。黄队暂时十五分，黄队你可以商量之后补答，但系要快。边个打鼓啊？听到砰砰声，黄队，黄队，队长，海晴，系，补答，系咪讲其他嘅artist 嘅唔好嘅嘢啊？哦，即系讽刺或者系讽刺其他嘅艺人。系、哎、有冇咁小气啊？不过我哋啲 fans 唔会咁做噶，所以系。錯的不啱的那個15分就由男隊是 keep 住了，那我們看看答案吧，好不好？好啊，不 like 我的 pose。 是啊，這些人日都要一起身就要做的啦，怎麼會不做的？這個是真的，不喜歡的 fans 太破壞，真的是幫你們省住個荷包，沒錯，不買佢周邊產品，因為我每一個產品咧，其實都是花盡心思同埋時間，同埋除咗我之外咧，都是要 fan 級嘅嘅配合同協助啦，所以亦都係代表緊我哋好多人嘅心血噶。所以如果大家唔支持咧，我就好唔開心啦。嗯，我有個問題，如果唔破費，又點樣買嘢咧？唔中意 fans 太破費，個太字係重點，係、嘛？即係要係適合、適當、適量咁花費咧，係 OK 嘅，不過就唔好太過多咯。嗱、大家唔好慳住個荷包啦嚇、有嘢出咧就有周邊產品出，記得去幫襯啦。四係唔出席，唔出席嘅活動係啦。計埋網上活動啦嚇，唔出席嗰啲咧，佢就唔 like 噶啦。嗯，唔 look 佢嘅 MV。有冇邊個犯曬禁噶？所有嘢都點會講到講到好小氣咁樣真係，唉！你唔係咩？唔係我諗噶，唔係我諗。我唔識。你原來唔係你唔係小氣嘅，原來 OK。好大方嘅。六。唔投票支持佢，就系咁啦。系就系咁啦。咁而家咧就玩咗两局，第三局我哋有冇时间啊？我哋应该系10:15完嘅。Hubert， 你唔紧要啊，照去啊，照去啊。再照去就玩四局噶咯噃。啊，四局咩？系啊，你话照去啊嘛。如果赶时间就玩三局，如果唔赶时间就玩四局。玩四局咯，我覺得公平啲嘛，大家都可以。好啊，系咪？好，系啊。咁而家就轮翻对马拉队答先，第四局开始，唔系第三局。Hubert 冇咗啲乜嘢就好难过日子，听唔听得明 ？Hubert 冇咗啲乜嘢就好难过日子，搵张纸睇下先。熊熊火焰之王王小战队开始先，系。是不是手机啊？手机是啱的。iPhone。没错了。第二位成铃。少冇咗啲音乐就唔得。哇好好啊。哇。咁鬼醒嘅11分而家。下一个。Emily。冇咗 fans。一定是啦，没错。哇，为什么他们这么厉害，百发百中啊？是啊。胡太啊，为什么叫胡太呢？没错。为什么？因为我的粉丝自认是胡太呢。
你点知狐太其实可以是你阿嫲，又可以是你阿妈，又可以是你新抱，你第二个仔的老婆都是狐太。够噶，咁多人想做嘅，同性嘅都是啊，同狐字有关都是咯。Okay, so 而家咧就系 KM 问到你，冇咗钱，冇咗钱啊？嗯，唔啱啦。这都啱嘅，啱咩？钱唔啱，唔系 top eight 啦，唔系 top eight 啫。Natalie， 冇咗朋友，冇咗朋友啊？啱啊，啱啊，仲好高分添啊！而家加埋呢个19分咯，唔错喎。下一位 ，Natalie 之后到边个 ？Jing Ting。冇咗头发，啱冇咗头发啊嘛，唔啱啦。即系，但系如果真系嘅话，都系嘅。我希望唔好咁快出现啦呢件事。系咪两个交叉？而家暂时系两个交叉啱。好，对翻队长。冇嘢食。冇嘢食系乜嘢？可唔可以精准啲啊 ？specific 啲啊，试下。冇咖啡。That's right。第一位，第二系边个？星星。冇咗车。哇！即系老婆啦，系咪啊？系啊。系啊，冇错啦。Very smart！ 哇，你哋好了解佢喎。星星之后到边个 ？Emily。等下。层楼啊！冇咗层楼。好啦。一层嗰层，佢住紧嗰层。诶，女朋友嗰层。唔啱啊！好啦，男女補答。career 男仔你可以商量下補答。事業邊個講噶 ？Cherry 男隊 Cherry 啱啊！咁你就可以攞曬佢啲分數啦，即係24分就去咗男隊啦。係啊，對家答啱，因為你黃隊三個交叉啊嘛，對家答啱就攞咗你24分咯。好啊，冇錯啊。反败而家，反败为胜。朱古，反败为胜。第四个，第四个男队答男，如果你哋唔错咧，就好稳阵啦。男队 Cherry， 你答先，队长答先。啊，唔系喎，你未问问题喎。咦，仲有我而家 round four 啊？系啊。好 ，Hubert 最想挑战嘅角色。佢想最想挑战嘅角色系咩啊？男队 Cherry， 系咪专业人士啊 ？Bingo， 专业人士啱啊 ，Ashley， 系咪做嗰啲坏人啊？坏成点啊？反派啊！哇，呢、這个要俾阿 Hubert 决定先，啱唔啱啊？都得嘅，当系衰古惑仔咁咯 ，OK 啊？啱嘅，六分。Susan， 等一阵，我谂紧。佢最想。挑战嘅系咪嗰啲搞笑嗰啲 character 啊？搞笑嘅 ，That's right。其实咧，佢又要做男神啊，又要搞笑。都唔一定男神嘅，搞笑得噶啦，其实。即系企出嚟就系男神噶啦，唔使做嘅。冇错啦，冇错。明白啦。OK，Kevin。做医生。
醫生咪即係專業人士咯，係咪啊？專業人士 ，OK OK， 俾一次機會你，撞咗再答，你答咗呢、okay. 個。做一個男仔可唔可以幫我手？唔得啊，輪到你答啊，唔可以雙。富二代。嚇？富二代。富二代，错啊 ，OK， 一个交叉。Mandy 唔喺度啊 ，Mandy 到咗未咧？因为佢嗰边系好早啊，佢其实如果要起身嘅六点钟要起身，我谂佢起唔到身啦。咁啊，到 Gordon 啦 ，Gordon。嗯，可唔可以睇翻个 question 个 screen 啊？你个 question 就系、Hubert 最 Hubert 最想挑战嘅角色。Psycho person. Yeah. Psycho person. Psycho. 啱啊啱啊。系五定系六啊？当系五啦。OK， 弱智人士。十二分，下一个Gordon 之后翻返去 Cherry 嗰度喎。系咪变态佬？变态变晒成点啊？killer or something killer？ Yeah, that's right. 哇，咁你都谂到？咁粗粗？杀手，杀手，杀手系六啊！技术问题，呢个系开咗应该。啱嘅，呢个系。呢个系啱嘅，六系啱嘅。六系啱嘅，系啦。好。跟住係 Cherry 答完 Ashley， 做女人，兩係咪第二個交叉？係啊，兩個交叉。OK， 唔啱。Ashley 之後係到Susan， 嗱六開咗噶啦，六係殺手啊，六係殺手，係啊。唔知點解出唔到啊！哦，要快啲啦，小陳。爸爸，爸爸，呢個咪第三個交叉，唔啱。哦，黃隊補答，補答，補答。黃隊，我想问我哋系咪得一次机会？你得一次机会答。黄队有冇人想答啊？卧底系咪？哦 ，Natalie， 你讲系咪卧底啊？卧底系咩人嚟噶？你可唔可以讲清楚啲啊？卧底系咩职业啊？警察。哦，咁你要等下 Hubert 俾唔俾你啦？当系咪？纪律部队啱啊啱啊啱啊！纪律部队，咁即系话咧，我要计下数先。黄队系23分，加而家抢咗人嘅18分，一共系41分。蓝队咧就15分加24分，39分，输咗2分啊！哦，哎呀！哎呀，不好意思了男队，那现在我交回给 YB， 因为他们可以对话。是啊，是黄队。是啊，那黄队有5分钟时间可以跟 Hubert 对话。Hi。Hi。Hi。Hello, Hubert。你们好。你好，嚟啊！随便问我啦。冇人讲嘢嘅。暂时谂唔到讲咩好啊。我想讲，寻日系我生日啊，可唔可以唱首生日歌俾我听？真系噶？真系噶。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你嘅咩名话 ？J 田。J 田。Happy birthday to you. 生日快乐，祝你身体健康。长命。我七月生日啊，可唔可以唱埋俾我听？七月好耐喎。扮嘢喎你啊！嗯，大家做乜唔讲嘢？全部都仲有四分钟，可唔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啊？问啦，请问你而家几多点啊？十一点廿一分咯，肯定系系咪有啲咩啊？不是啊，是喜欢你的起点啊。不要扮嘢啦。是啊，你讲嘢啦。好啦，我本身休息紧嘅小鹿又喺度起身撞嚟撞去。OK， thanks。你咁又过咗三十秒啦，继续讲嘢啦。系咯，你讲啲嘢。因为讲啲嘢嚟先去答啊嘛，俾我反应啊嘛。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啊。其实我知道好多 fans 咧都系系音乐或者系你嘅戏剧而中意你噶啦。咁我想同你讲系，我其实系喺你嘅节目同埋你嘅一啲访问入边留意到你嘅。真系？因为系啊，我当时就喺度谂，啊呢个人点解可以？講嘢又咁圓滑啦，又咁大體啦，而且你我覺得你對生活嘅一啲態度都係好正面啊，同埋好鼓舞人心嘅。所以咧，我就想講與其話你係一個你係我嘅偶像啦，不如我會覺得你係一個生活上嘅一個好似 role model 咁啦。是很值得我們去學習的，所以呢就希望你可以繼續加油啦。當然你唱歌也很好聽啦。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哇，第一次有，第一次有，即是，是的，有fans。是啊，因為我開始的時候是看你比較早期一點的節目和訪問，我真的覺得你進步了很多，真的，成長了很多。所以希望你可以继续加油啦，我哋都会一直支持你。多谢，多谢。好啦，我讲完啦，其他队员可以继续讲。可唔可以清唱一下《谢谢你的应援》啊？可唔可以？如果话唔可以咧，唔可以答，唔可以。好啦，今夜他仲唱唔唱到歌先？同行有你多好，对我始终看好。哪怕听到什么控诉，种种劝告，同样热情待我好。多谢。点解咁衰嘅你？Gilbert， 我睇到有人問，都好想你唱清唱一段歌嘅，就係你太難開始嘅啲 demo 版嘅，係咯，即係淨係聽過你唱一次。太難開始嘅 demo。等等啦，已經唔記得歌詞啦。係啊，我係 B 唱俾佢聽啊，不如。黐線啦！一定記得嘅。YB 唱啦，系咯 ，YB 唱。等我先，我真系唔记得歌词喎。你对呢嘢大佢啦，你唱啊，好诚实咁同你讲，我都唔记得。我突然间都唔记得咗。其实已经时间到啦。好。我仲有最後一個問題啊 ，Hubert。其實我係睇到 chat box 有人問嘅。
佢Susan 問係你有冇諗過要拍古裝戲係嘛？冇 ancient drama 係咪古裝啊？冇啊！你唔想冇頭髮？係啊，都啱嘅。因為太辛苦啦，戴頭套。所以我係好 respect 嗰啲戴頭套嘅演員，但我真係自己自問做唔到。咁如果冬天咧，冬天應該 OK 啊，係嘛？冬天通常咧開古裝嘢咧都唔會冬天嘅，你信我？果然頭髮對你係好重要嘅。冇錯。咁你除下帽啊？唔得喎。好啦，時間到啦。好。歡樂的時間過得特別快。好了，我們遊戲玩完了，現在是做什麼？現在是看你跳舞。說真的。好，說笑。好了，今天的遊戲已經玩完了，多謝大家今天的參與。那我們現在會拍一個大合照呢。麻烦大家开翻自己嘅 camera， 系啦，要梳头嘅去梳头，要化妆嘅去化妆。好，咁 Haley 就会帮我哋影呢个大合照。Haley 交俾你啊。OK， 如果大家准备好，我到而家开始噶啦。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OK， 搞掂。好，咁最后 Hubert， 你都同大家讲几句嘢咧，之后就完噶啦。好啊，咁啊，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啦，咁样，诶，原来不经不觉就个半钟啦，咁啊，再一次多谢大家嚟到今次嘅，party 啦，咁啊，希望系真系尽快有机会系唔系净系透过网上面见到你哋啦，系可以真系面对面见到你哋啦。咁但系现阶段咧，最紧要咧就系大家记住保持身体健康，同埋呢段时间我都好努力做歌噶啦，希望快啲有新歌俾大家听到。谢谢你们，下次再见，新年快乐 ！Thank you。